一名2岁的男童哦，吃了炸鱼排之后，引起脸部的潮红、荨麻疹、头痛、恶心、呕吐以及腹泻的症状。2岁而已，哎呦，荨麻疹是过敏反应，它可以是全身性的，它也可以是局部性的。对，就荨麻疹严重时可以导致呼吸。今天下午6点，超市实在健康。